偶像男团选秀实境节目《偶像练习生》经过了将近四个月的时间，迎来最终决赛。开场的表演就是全体练习生回归，一起站上舞台演唱属于他们的第一首歌曲。所有练习生一起站在台上，呈现最初让全民制作人认识的歌曲，掀起决赛的第一波高潮。紧接着进入前20名练习生的出道考核曲舞台，两首风格截然不同的新歌，呈现两组演出不一样的精彩。享受着多少掌声和赞美，就要承担多少辛苦，多少值得，多少干戈，多少负累。用倔强击碎退缩的理由，让我对你说那份坚持的模样。It's OK， 没时间去浪费，就连飞逝的光阴。你的幸福很美好，看你对我安静微笑。Then we'll be OK。 关于未来，我永远期待这瑰丽的梦别醒来。不会害怕，陪着你我还左右迷惘。Shake it up, body, body on the floor。 想暧昧，慢慢自由行，身份把住选出的 girls。 It could be your bad daddy。 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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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,我一出去叫你就和别人无关，如果太靠近可能会失去安全感。所以你别再挣扎了，陷入温柔的泥潭，想逃离变得很难。用眼神就能解除防备，不管多久我都来个新鲜的夜晚。We wanna pop pop party in the house。Shake your body, body, body on the floor。 想暧昧，玩个自由戏，想点把酒选出的 girls。 We could be your mad daddy。二十位练习生带来炸裂舞台的新歌 It's OK 和 Make Daddy， 让现场的全民制作人们放声热情尖叫。而在决赛直播中，也特别送上一首诉说练习生心境的抒情新歌，让全场陷入一股感性的氛围。哪怕疲惫和艰辛都可贵，无论何时何地都怀念 All day， 我的双手只为你紧握。舞台的我 yeah, forever you, forever you。
Forever 这首歌曲不仅唱出练习生对全民制作人的感谢，也道出这段时间男孩们朝夕相处为梦想打拼的心声。随着比赛结束，练习生们也各奔东西，未来在各自走上花路的时候，如同歌词里所说的，就让时间回到第一刻，初次站上舞台的我，回头看看这期间的点点滴滴，都会想起一些美好回忆的吧。完全娱乐祝福练习生们未来都能走花路报道。